用手机登录的小伙伴看过来。首先，在浏览器输入游戏的网址，然后游戏是必须通过登录钱包才能玩。我使用的是 MetaMask 钱包。接下来，我们登录钱包，然后从钱包的浏览器进入游戏，一路确认就可以进入游戏了。进入后，是一段关于游戏故事背景的介绍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。我这里先快速过了。接着，我们来创建一个游戏账号，就叫它 CandyC 吧。剧情大意就是神话里的女神变成美少女来进化世界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慢慢看。这里我也快速跳过了，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游戏咯。首先，我们根据游戏系统的指示进行点击即可，然后我们会根据指示进入到人生中的首轮战役。人生中首轮战役胜利，接下来是好几场入门级的战役，我们一步一步跟着系统引导来点击就可以了。完成这一段后，我们解锁了女神召唤功能，每天可以免费抽取一次女神卡牌。哇哦，第一次抽卡居然能抽中 S2 级别的赫菲斯托斯，各拿大锤的妹子非常厉害，是幸运。接下来就是给女神们穿戴装备了，先进入菜单栏里女神，然后再点击一件装备来增强战斗力。每个英雄还有自己独有的专辑，可以不仔细看，但是穿戴装备不要省略，要老老实实完成。但这里为了快速让大家知道了解游戏，我就快速加进了。接下来是领取任务栏里的奖励，还有各种各样的地方也能领取各种各样的奖励，这些奖励可以加强女神装备或者抽取女神卡牌，可别忘咯。这里给大家看看我攒齐阵容后大杀特杀的样子，是不是很帅？希望我的讲解能帮助大家快速进入游戏，熟络游戏，真正的享受这款游戏带来的乐趣。现在就快加入我们，和女神们一起并肩作战吧。